橘子斑马，斑马种鱼啊算俗啦，啊搁水啊，啊搁无啥会死啊。啊人讲伊足歹的，我是感觉还好。来，白龙雪抓一下主角的，好，就是你啦。哦，橘色斑马，这只怎啊在翕啊？哦，这只水。这种听讲，人家是把它移植那个什么珊瑚迄种基因里来，对我是听安尼讲的。这敢若台湾人会配色的，真像细只溪蚤啊！哦，小飞鱼的感觉好。